慧能大师开悟五句话就是讲的实相。实相是什么样子？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这就是实相，这就是真心，这就是本心。啊，五祖一听，行了，不必再讲，啊，衣钵就给了，打发他走路，啊，早已经给他准备一条船，在后边，啊，送他上船，啊，他走了，五祖回来了。啊，回来睡觉睡了三天，啊，说身体不好，睡了三天，三天了走远了，啊，这才跟大家宣布，衣钵走了，啊，大家一见慧能这个人不见了，衣钵走了，肯定是他是传给他了，大家不服啊，说老和尚糊涂啊。怎么把衣钵传给不识字的人啊？啊，全庙的人发起追，到处去找，啊，四面八方去追，这没追到。实际上，惠民追到了，就他一个人追到。啊，这个人跟五祖也很多年了，四品将军出身。啊，他是个将军出身。那我们晓得他有武功啊，从前当将军不像现在，没有武功不可以啊。啊，全靠武功啊。啊，追到了。慧能晓得是抢衣钵的，把衣钵放在石头上，自己藏起来。啊，他一看到衣钵，他手就提不动，马上就觉悟了。四品将军，这个衣钵怎么会拿不动？护法神说的，赶紧变了个念头，啊，叫行者，行者。那就称他为行者，说你赶快出来，我是来求法的，我不是为衣钵来的。啊，这个念头一转，慧能出来了，啊，来求法来的。啊，慧能那是坐在石头上，啊，他向能大师求法。慧能就叫他：不思善，不思恶。啊，善恶两边念头打断了，这所有念头都没有了，善恶念头都没有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如何是名上座本来面目？这一句话提醒他，真的开悟了。他在五祖会上那么多年没开悟，啊，为什么？心不转，心不移。这个时候发现自己连个小包袱拿不起来，惭愧心生起来了，真心流露。所以只要人真诚到极处，一句话点醒就开悟了。啊，他这一悟之后就问。还有没有密语？啊，还有没有秘密的？慧能大师说：“密在汝边，密不在我这里，在你这里。”啊，这是慧能大师坐下大彻大悟42个人里的第一个人。
啊，这就是分别了。遇到那些追的人，这没有这条路我看过了，这条路不在，大家走，这就是没有一个人找到他了。啊，你看能达是24岁，没有现出家相。啊，帮助一个人开悟啊！为什么开悟？真诚到基础。啊，你看就那么容易，不是真诚到基础做不到。啊，他就是以四品将军一波那么轻的东西拿不动。啊，他惭愧了，真正觉悟了。啊，胡族不是糊涂人。啊，五祖衣钵传给他绝对正确。啊，所以人真诚比什么都重要啊。我们为什么听经听了几十年都不开悟？从来没有一念用真诚心，问题就在此地。啊，什么人能得到啊？老实人能得到，聪明人不能得到。聪明是妄念多，点子多。啊，老实人，痴痴呆呆的人，那种人容易开悟。就古人有一句话说的非常非常有道理。讲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，这句话几个人懂啊？不是过来的人不懂啊，到一生了都没有成就，想想为什么呢？自己太聪明了，认为什么都懂，什么都行。啊，到老的时候一事无成，往生没有把握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，是吧？聪明人干的。啊，奇笨无比，没有人理会的，像锅炉匠这一类的事，哎，这种人占大便宜。啊，最后一招上上品往生。啊，连地仙老和尚都自叹不如。啊，但是他做了一件大功德，就送他往生，帮助他成佛。啊，锅炉匠遇不到他，他也不能成就。遇到他才能成就，他成就他的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们相信啊，慧明他那种傲慢的习气、倔强的习气、啊不服输的习气很严重啊。怎么消掉的？一念忏悔消除。那么轻的一个小包袱提不上来，这是让他大吃一惊的。这个时候把这个习气就放下了。啊，他对慧能怎么能瞧得起？不认识字，砍柴，樵夫出身的，一四品将军。啊，他能够提个小包袱，为什么他小包袱到他手上提不起来呀？这是大惭愧心呢。我们要想象当时那个情景呢。啊，他那是这一念是真心忏悔呀。啊，所以低头下拜呀。啊，慧能也看出来呀，一句话提醒他。
啊，这就当头一棒啊，啊，一下就醒过来。啊，这一醒过来就大彻大悟。啊，所以拜他做老师啊。自己以后改了个名字，不敢叫惠子碑，在《坛经》上有记载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想到当时那种情景，你就了解。啊，怎么在一念之下大彻大悟？啊，这个一念之下，语言怎么促成的？啊，也是护法神帮助他。